那最后，如果假设我要把它变成 CSV 的格式哈，那很简单，你就是在这个地方把它改成逗点，就是反斜线 T 改成逗点，啊，直接把它改成逗点就可以了哈。反斜线 T 改成逗点，OK。然后换行的部分其实应该就不用了，因为，我看一下，换行还是需要，这个一样，这两行一定要留下来，哦。就是改反斜线 T 改成逗点，然后再来的话，把这边改成 CSV，哦，然后呢，right 的话呢，记得就改成 S，好，这样 OK 了，哦，其实好像没改什么啦，就是把反斜线改成反斜线 T 改成逗点，哦，来执行一下。其实理论上应该让我看一下差别在这里，这个出来结果就会变成逗点。逗点，逗点，逗点，然后尾巴还是逗点，哦，然后换行，OK，好，最后看一下哦，结果在我们的根目底下，它本来是一个，我这图有点太大了，我把它再缩小一下，本来是99.TST 有没有？那现在因为我把它的副档名改成99.CSV，所以出来的话得到的结果就会是99.CSV 了，OK。那因为呢，我中间加逗点，刚好是它的分隔符号的位置，所以打开来看一下结果是不是我要的哈、哦？打开，哎，有没有发现一乘一等于一个格子，一乘一等于二，哎，所以你会发现哈、哦，直接就被写入到一个这个什么 Excel 的一个表格里面了。OK，哎，所以这样的话，其实离 Excel 应该是最近的距离的。也就以后，如果假设你要把什么资料输出，然后你又不想要特别还要呼叫一个 Excel 外挂去处理的话，而且你把这个资料给别人，他又很方便使用的话，那其实最简单的话就是用这个方法，有没有？它就是一个表格嘛，然后打开它也 OK。所以你如果给人家 CSV 的，我想应该对方也没得挑剔啊，因为打开其实就是也是在 Excel 里面嘛，它应该处理也很方便。那你处理的话也方便，因为其实你也没做什么事，其实你就是存档而已，有没有？只是你把存档的副档名改成点 CSV，好，然后呢，记得就是它的分隔符号一定要加逗点，就是一个资料尾巴一定逗点，所以一个资料一个逗点，一个资料逗点。那如果你要换到下一列的话，记得尾巴一定要换行。有没有它？所以 CSV 的规则一定是逗点、逗点、逗点、逗点，然后最后一个换行，换到下一列，逗点、逗点、逗点的换行，换到下一列。OK，哦，所以呢，CSV 其实还蛮常会用到的，应该大家对这个格式应该是不会陌生的，有没有？所以其实，如果你要处理有关 Excel 的表格资料的话，那这个应该是还蛮好的一个 sample。所以以后如果你抓一些资料呢，你要把它存成 CSV，那你就类似这样的处理方法就 OK 的啦，吼、哦。好，所以这个是额外哦，刚好我想到，我本来是 TST 嘛，云端上我只有放点 TST，但是我想到说，哎，对，CSV 好像更常会用到，因为 TST 你给人家好像人家也不方便，对你最好是能够打开就直接到 Excel，应该最不会被就是。被好像觉得好像不好，OK 哈，所以理论上，点 CSV 这个部分可以再把它稍微改写一下，所以这个我把它再把它复制哈，把它放云端好了，所以这一段，所以这一段我一样把它贴上来好了哈。如果我今天需要请各位帮我写一个等腰三角形的输出结果程式的话，它的规则是这样：前面的话就是空白，也就是这个第一列的话就是12个空白加一颗星，好，那第二个的话呢是11个空白加3颗星，再来的话是十个空白
加五颗星。OK， 好啊，不过啦，我们这个可以渐进，所以如果假设你要画等腰三角形之前哦，你其实可以先不要，野心那么大，我们先从上面这个啦，就是，我们可以先从画这个好了，一到十三颗星。那你说老师，那我要怎么画星号呢？其实很简单嘛，就是你把它 print， 所以先开一个空白的 module。那我要输出星号很简单嘛 ，print 不就好了 ？print 刮弧里面给星不就好了？星号有没有？就是双引号里面放一个新的文字，那当然一颗星就是输出一个嘛，所以你 print 一个，这边一颗星。那如果两个的话呢，两颗星有没有？输出两颗星就有了，三个三颗星。OK， 那如果十三个的话呢？那你不就按十三颗星啊？如果假设我今天希望，第一个一颗星，第二个两颗星，三四五六，那怎么办哦？那跟各位讲哦，其实这边的话呢，你可以不需要像刚刚一样哦，一直按几颗星啊。如果你要重复某个字的时候哦，其实在 Python 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写法，就是呢，你只要在文字后面加一个乘号，乘上几次，十三好了。如果呢，你在一个文字的后面加上一个乘号，不过啊，如果其他语言不能这样做哦，因为这个这完全不符合逻辑啦。这个文字怎么乘哦？啊，这个意思就 repeat 的意思啦，有点像你重复几次的意思。所以你如果把它执行的话，那你可以看到这边就十二颗星。哎，所以也就是说呢，如果假设哦，我们知道这个啊，如果一的话，就乘以一就一颗星。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假设，我希望呢画出类似像云端上面的星号输出三角形一到十三颗星的话，好，在第九页这边哦，那我可以怎么做？那这样我很简单嘛，我在上面写一个回圈嘛，有没有 ？For i in range， 对吧？然后呢，范围给它嘛，第一到十三，所以下一个十四停下来，好，冒号。然后 print 的话呢，记得按一个 tab 键，让它下一阶啊，一定要在 for 回圈里面做什么事，一定要一个 tab 啊，然后把这个星号有没有的文字乘上后面乘上 i 就可以了。那这样的话，它就是知道说哦，第一次一颗星，第二次两颗星，以此类推。那因为 print 本身有换行了，所以你执行之后有没有发现一到十三颗星就出现了啊？OK， 第一个哈，该可以理解了哈。一哈，那接下来的话呢，如果哈，特别注意哦，关键就是这个乘以 几次的意思。好，那再来的话，如果我今天希望哦，让它前面加上什么？前面再加上那个空白。那空白的规则哈，底下这边在第十二页地方，也就是如果你要加空白，刚好它的规则哈。就是刚好跟那个星号的怎么讲，它应该是相加起来刚好十三了，也就是十二个空白加一颗星，十一个空白加两颗星，所以呢，空白的总数加上星号的总数就是十三。OK， 所以哦，如果假设知道这个规则的话，那如果我希望呢前面加星号的话。那有什么方式哦，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需求？那当然你可以这样的哦，把它假设把它分两，其实也不用分两行，你就可以怎样，在 print 这边的话哦，加上一个什么空白？那空白很简单，就是在双引号里面加个空白，再乘上几颗星呢？那就十三去减哦，十三减掉 i， 有没有？然后再串接后面的东西，串接后面的就是星号，有没有？十三啊，因为这个地方的话一样哈，乘除跟加减当然是以乘除优先，所以如果你假设要先减之后再乘的话，那记得哈，这个前后都要加刮弧，先把它减完哦 ，OK， 然后总数一定要十三，所以十三减掉 i， 所以一的话减掉十三，然后这样的话。它刚好就是什么？刚好就十二个空白，十二个空白，空白记得哦，加一个空白哈、哦。
然后串接后面的星号，哎，所以以此类推执行看看，哎嘛，这个时候的话出现结果哈，就刚好是我们要的 ，Ctrl 加一下 ，OK， 好，这样子，哎，等于是12个空白加一颗星， 11个空白加两颗星 ，OK， 好，那。好，那最后的话啦，当然如果你假设你这样画出来哦，离那个等腰三角形就很接近了。那你想说，老师，那这边的话是一颗星加上什么两颗星，再加上三，当然以此类推。所以如果假设你要把它变成最后我们今天想做的，就是类似像这样子的话，它的规则刚刚是一二，就是星号是1到13。可是这边的规则是13579，有没有？应该到最后应该是12，应该25啦，有没有 ？OK， 所以13579一直到25，哎，这有什么规则吗？所以其实你可以想一想啊，当然我想到的方式啦，就是说它的数量好像刚好是多少？它的数量跟刚刚原来的有什么差别？好像就是两倍减一，有没有？两倍减一，两倍的话不就是乘以2嘛？所以啊，假设啊，我把这个 i 先乘以2看看，好 ，i 乘上2，两倍哦。好，我先乘以2好了。如果乘以2输出看看，有没有发现等腰三角形出现了？但是上面这个好像就是从2开啊，所以哦，我最后记得怎么样？乘2之后减一，有没有？减一之后的话呢？那把数量全部都减掉一个，执行一下。嗯，不过这边的话哦，可能要先怎么样？先把看看，还是要先啊，记得要，如果你减一之后呢，这个运算哈、公式你变成要把它刮弧起来，变成这边你要另外先做之后，再去做乘的动作啊、所以这边记得一样啊，要把它先刮弧起来。如果有加减乘除的话啊、所以特别注意哦。我在这边加上乘上两倍之后再减一，执行看看，哎，有没有发现等腰三角形就完成了 ？OK， 而且程式其实就两行而已啦。OK， 我应该可以看懂我的意思吧？哦，所以哦，这一题主要就是说利用文字乘上的数量 ，OK， 产生我要的。这个文字的数量之后哦，啊，把它全部串接，并且利用这个 i 的值，啊，所以空白的数量刚好是13减 i， 然后呢，后面的星号刚好是本来的 i 的两倍减一啦，啊，记得外面都要刮弧起来，啊，所以这个请各位试一下，这个程式我看好像跟我原来写的，好像有一点点不，我是把它分两行的，啊，所以这个当然你可以，哎，把它分。加在同一行也没关系啦，哦，分两行也没关系。我是那个空白跟这个星号是把它分开写 ，OK， 好，所以最后的话答案我会把它放在第14页的地方，好，哦，第14云端上面你们找一下第14页哈，3之14哈，这是空白，那这个是星号。OK， 试试看哦。那当然了，方法绝对不会是只有一个啦。其实底下有方法二啦。不过我觉得方法二，我觉得好像没有方法一简单哦。那等腰三角形这一题哦，其实好像我记得在这个证照的考试好像也有考到类似的题目啊。所以如果假设你们有兴趣的话，可以不妨再。看一下那个证照考试的题目，好像记得好像是多少206还多少哈、啊，甚至啦，你们当然这一题哦，也可以试着问一下 ChatGPT 啊，看 ChatGPT 有没有办法。这个有点不好叙述哎，那个 ChatGPT 要怎么跟他叙述？然后要做一个等腰三角形，哦，那用信号输出吗？哦，然后开始啊，空白啊，OK 了，反正。OK， 大概是这样，好、哦。